我是警察，法院有一个文书我要给你看，搜索票。大批警力来到民宅，对方一开门，警方就急着控制所有人的行动，因为他们接获情资，里头嫌犯除了藏有毒品，还有枪支。检查一下，很多钱，拿回来。那我们记得跟你聊一下，这个要给你签名的。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，不过真的在嫌犯车上搜出枪支，还是让他们倒抽了一口气。因为眼前的枪支除了是冲锋枪，还是威力强大的制式装备。起初，一姓男子只坦承吸食毒品，未持有枪械。现在，警方眼尖在抽屉的夹层内发现两颗90制式手枪子弹。原来这把 M10 冲锋枪虽然已经有约40年历史，早期的警备总部以及后来的海巡署都曾使用过，但由于射速每分钟超过1800，因此就算枪支有些生锈，仍威力强大。除了国内相当罕见，国外甚至有许多改良型枪支仍在使用。曾被誉为十大名枪之一，它精巧且易于携带，与其共称。该把枪支是多年前一位已故友人绰号的男子所藏放。根据了解，二十几岁的余姓男子只是一名装潢工，也没有黑道背景。还好警方配合全国计划选型治安的行动，及时拦下了这把年纪比嫌犯大上一倍的制式冲锋枪，也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流血冲突。TVBS 新闻爱周贤何一信高雄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